哇，跨年嘞！来写个年跨过去好了。嘿嘿嘿。这是哪里？我靠！我该不会穿越了吧？奶奶说写个年跨过去就会穿越吗？那我要怎么回去啊？等等，我刚才是正面跨过去的，所以我只要再写个年字，然后从上往下跨，应该就可以穿越回去了吧？哎呀，这么简单！嘿，先生，可以跟你借一张纸跟一支笔吗？你说纸跟笔，那些东西现在只有在历史博物馆才看得到喽。而且全世界只剩下一份了，哈，只剩一份，那我得快一点才行啊。准备分享你的纸币，否则我就逮捕你。哇，不行，我得靠这个东西才能回家。躲过了，赶快写个年，然后反跨试试看吧。哦，成功啦！啊，我终于回家了。咦！我靠！我穿越过头啦！